陈松这番话其实表示他越来越紧张，才会越来越胡言乱语，不知所云哦，跟他以前都是一个样子。请教财经曹新成昨天说，你以前的律师事务所是他连电以前用的，他说你在律师事务所根本只是传文件做档案，没有接触案件的资格，你怎么看？选举越到后期，我们看到绿营的侧翼倾巢而出哦，他们这种抹黑的方式跟手段哦，真的令人瞠目结舌。那你在辩论的时候批陈时中是绿共一家亲，不过就被他反批乱扣帽子。那曹新成也要你说台湾是不是独立了？如果你不敢说，那就是破坏台湾人民的主权。甚至还讽刺说这个蒋孝严去对岸吃吃喝喝，到底你是哪一种 DNA？ 你怎么看？中华民国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事实。我们捍卫中华民国主权，坚守台湾人民选择自由民主法治的生活，反而不会像民进党嘴巴上讲抗中保台，但是另一手却让我们的战略物资去跟中资的公司合作，甚至郑运鹏还矮化自我，用中国台湾的名义去大陆大赚人民币。选举场合比较热，如果遇到一些比较热情的支持者，怎么样来跟避免跟他们有过度的肢体接触？发乎情，止于礼。我想在选举过程，我们都尽可能的保持适当的互动。